来公以前也喜欢骑着他的电动轮椅出来遛弯的，不过他不会去这么复杂的大马路的了，他就去河边遛。后来疫情都没有再用过，直到他那会儿，所以他晚期实在就动不了了，都要去办很多事情，然后就弄着这个车推他出去，他们带着他出去办事情，倒用了一下。以前没疫情那会儿，身体也好那会儿，就是经常，我当时给他买了这个电动轮椅以后，他就把它当个老年代步车一样。嗯，和外婆两个人，一个人走着，一个人骑着，推着坐着，然后呢，过一段再换过来，另一个走，另一个坐。其实主要是复杂的路就我外公开。然后开到地儿了以后，简单的路就我外婆开，然后他们另一个就坐在那儿吹，在公园边上吹会江风，然后他溜一圈回来了，然后再换班。然后回来的时候在我外公开，然后还可以买点菜，那个小车可以大把手上灌的菜。如果没有车载的话，他可能都走不了那么远。